拍摄啊，简单，这边哦，你无看介个作品，阁简单给照几段来。妈安尼讲，所上个作品啊，原本就是要靠运气啊。看介个嘛，不一定好找。还是讲哦，之前我伫伊遮买迄幅图，我就感觉真介。之前咧画家哦，年纪有较大啦，听伊讲伊封闭无咧画啊。啊，市面上若要阁找着个作品，可能真歹找。冇紧啊。啊，无你去替我找看卖，你若感觉有较好、较有价值的，你就甲我通知一下，我再找时间过来。好啦，我来看到，我甲打电话简单的。来，简单再见。哎，小蛋。这幅图嘛是要卖哦。无啦，这是我一客哦，你一张慈善义卖中哦，不一定。哎，就送来我家，请我替保管。简单的，你有介意？这幅图的构图虽然看起来真简单啊，但不过伊的用色真饱满，嘛真自然。尤其是落笔的笔触，我真介意。这几幅图看起来，就感觉有生命力、甲感情。啊，这个画家感觉有其他的作品啊？无呢，因为这个画家哦，足少年哦，啊，无嘛无啥知名度啦。我看过这个作品，其他的我无啥看过。安尼哦，其实有名甲无名也不要紧，最后是咱看了会喜欢，这嘛是咱个人问。啊对，你敢有伊联络方式？有啦，你稍等一下。听过都是画家，是收藏者的朋友啊，你讲，嘛无人咧讨论啊，可能哦，伊无要用胶料，但连某种画家拢咧为好耍的。好，我知，我家己会联络，看是不是有其他作品。多谢。袂啦，简单出声。希望这个米小姐，伊的个性不像一挂艺术家同款这么奇怪。嘛，希望我能够顺利买到伊其他的作品。另外，董事长，我有代志要甲你报告。这，是安尼啦，啊，即边咱大通集团的企业形象日吼，我有一寡初步的建议甲规划，我拍算哦邀请媒体来参观咱的药厂，啊，刷来哦，搁找一个时间安排国外的行程，啊，除了带因出去耍以外哦，搁会当顺续参观咱伫国外合作的厂商，啊，趁这个机会吼，互因知影咱大通集团国际化的实力，我相信啦。啊，只要把这媒体公关的部分哦做到满，我有把握啊，刷落来报道哦，绝对拢是正面的，对咱的企业形象嘛有真侪加分啊。这个开支要正面报道，有啥无讲啊？我总真歹势啦，我本来无应该，我无立场插这嘴啦。啊，不过今日这个。无任何关于企业经营能比起来，我的了解应该比你多一点点嘛。毕竟我是一间花店的头家，商业形象我一定比你搁较清楚。好啦 ，K， 你对所证也提有意见，你坐来讲。卖对我这么有敌意嘛？我今日来哦，不是挑工要并你的道的，我是来实现咱的约束。当初咱就讲好，
卡斯你愿意替你前女朋友动手术，我得马上给他共同报告。你确实有照片照镜。K， 你安尼讲的意思是，所正这边的手术真顺利是吗？那你即马对方恢复状况呢？伊恢复真好，即马已经清醒啊。嗯，真好。小郑，之前你伤害你的前女朋友，啊，不过即马你甲伊斗三工，你的心内是毋是感觉比较轻松？我会原谅你，因为少岁啊，所以想法较要遐久长，感情的代志处理也无圆满。啊，不过你会记的，人甲禽兽唯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情这个字。所以讲，你用个无重情，啊，不过你绝对袂用个绝情。啊，若无，你甲禽兽有啥物差别啊？干爸，啊，你讲的啊，我拢知影。你拢知影，罗总，伊话咱真正有讲哦，你凊彩应付扛当的。而且你拄只所讲的话，我袂因为安尼。就袂去提防你。所以来，我是继续跟你甲汪美芝定条条，袂让你有任何机会去伤害伊。对啦，伊知影是你替伊动手术嘞，不过伊受到伤害，嘛是因为你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你欠伊的。伊有甲我讲过，你以后无希望甲伊有任何交缠，所以这句多谢。我代替伊讲，老总，感谢你替伊当手术。那我高先生替伊到谢多谢，阿恁那也好意思啦。其实啊，那除了您对我甲美姬误会的部分，我确实是亏欠伊真多啦。那我嘛应该。替伊做一挂代志来弥补，所以这边啊，我就甲他强伊个，用心我请啊。以后咱无交水无流，卖阁互相怨恨，互相拖磨，安尼就是上好的结果。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若无我看恁两个人啊，为着所剩进前迄段感情处理啊无好势，规工安尼歹面相看。我伫边啊，看落去，我感觉唔知要怎处理。你爱记的，唔管安怎，即摆大概是同事，以后要真侪机会合作，所以我希望恁两个以后能够好好相处。K， 啊，你拄只对守正的提求意见，啊，你是有啥物想法？我个人是感觉啊。企业形象不是干做表面的，啊，都叫罗总所提议的有可行性啦。啊，不过这种表面的好评价，就参像泡沫同款，薄起就跑去啊。所以咱用实际行动来扎根企业形象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企业经营啊，原本就是根基要扎稳嘛，安尼才我都鼓鼓等等，对不？嗯，我们对。等等，啊，既然是咱大通集团的企业形象日，不如有就这机会去关怀弱势。咱应该就办活动，去引起话题，和媒体主动的报道。啊，阁有啊，本来要摕来招待媒体的公关费用，咱摕来帮助弱势团体，真正是很大通集团回馈社会公益，这款实实在在的善事。就算无媒体来报道，啊，不过伊赶快来改变一个企业气氛，让消费者看到大通，就是安心的。嗯，你这个想法确实真好，所以要安心这两字，一定是大通集团永远的企业形象。嗯，咱大通这样的理念，就是为了要救人，所以哦。这一点拢无违背。国公不是来兵外道的，
我看这个高科威是想要连厝拢给我拆掉啊！我袂当让伊上摇摆，把我的风头全部拢抢去。小郑，你对客爷建议你有什么想法？啊，那高先生的想法，我嘛是有考虑过啦。不过我认为哦，慈善活动平常时就会当做啊。唔免安尼专工去跟日子啦，所以最后我才无安尼规划。卡叔讲哦，刚当那是认为高先生的想法较好，无问题啊，交我来做，我保证明仔载活动，我一定会办个有声有色。我你真有自信，啊，这件代志我都交你专权去处理啊。好了。什么大龙爹？无咱集思广益，先想一个主题出来。干大，不如咱把这个活动的主题定为 DT Orange Day 公益日，你看怎 ？DT 我知影是代表大通，阿姆哥 Orange Day 橘色之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橘色是红色能量与黄色愉悦的综合体，以代表成就、创造幸福，还有热情，是收成的颜色。另外，取其谐音，保吉利的意思。只有才能请我熊盖的太阳花、向日葵，欣欣向荣，永远抬头，迎向阳光。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今天愿意来参加大通制药20周年企业品牌日，来跟我们斗小组，来跟我们做声势。这二十年来啊，我对大通集团的企业形象一直拢真重视，嘛非常保护。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，而且为着要今天这个活动啊，更加热闹，更加丰富。我们大通制药这个重要的 partner 已推出 Orange Day 这慈善公益日的概念，跟两个慈善单位共同做伙来做公益。包括你嘛，希望今仔这活动啊，能为咱的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。刚刚说的，为什么是 Orange Day？Orange 是橘色，又搁代表是啥物意义的？哦，原来是这个问题啊！我感觉应该是，我们今仔日这个活动的推手啊，伊亲身来向大家说明，安尼较适合。即马，咱就请阮大通集团上界重要的 partner 高科威先生为大家说明。多谢刚当处长。大家好。其实当初我提出这活动的想法时阵，我就想到橘色。这颜色是代表温暖，充满希望。另外，橘色这两个字也有吉利的意思。这个大通制药关心消费者健康的营运宗旨同款，所以我就把这活动叫做 Orange Day。是要跟等两个慈善团体合作，要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活动？那你说明一下。多谢你，我是跟光辉基金会，啊，还有太阳爱心基金会，这两个慈善团体合作的。由阮大通的员工跟招募到的志工共襄盛举。今日我们做街头义卖，还有发票募集，而且向民众说明关于颜面伤残的医疗资讯。另外，我们办一个传递温暖的活动，希望各位会当跟你身边的人互相拥抱、握手，把温暖正能量传递出去。希望所有人都了解，
每一个受疾病折磨的灵魂，也需要大家关心还有支持。我本人也赞助这活动所需要代表会向日葵。假如各位在路上遇到我们的义工，欢迎大家共作为做爱心。你选吧，各位，我今晚宣布 Orange Day 公益日活动开始，多谢。